公司的话，已婚已育是双休，未婚或者是没有小孩的话是单休的。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感觉很离谱。他问我能接受吗，我说不能。可能他们是觉得已婚已育的人要带小孩吧，但是未婚的人并没有什么错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单休啊？对未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职场歧视。